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在地处黄河之滨的河南省温县，一项影响全世界的健身运动就诞生在这里，这就是陈氏太极拳。清初太极拳鼻祖陈王庭创编太极拳以来，太极拳就以其独特的技击与健身功能，在技击与强身健体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陈氏太极拳有陈氏老架、陈氏新架之分。近代流传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，第一路动分静合，不断变化，体现出柔缠中显柔缓稳的特色。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中华武坛的一支艳丽的奇葩。300多年来，经过历代宗师的发扬光大，繁衍出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等不同风格的套路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极拳那集技击、健身、意志和修性于一体的运动方式，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，其影响遍及世界。陈小旺，男，生于1946年，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曾任河南省体委省武术馆副馆长。自7岁开始，从祖父陈发科、父亲陈兆旭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，后师承伯父陈兆培、叔父陈兆奎深造，精研陈氏太极拳老架、新架各种功法及助班器械，功底深厚，技艺精湛，有擅长推手、技击和擒拿格斗，为陈氏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。1980年至1982年，
参加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，连续三年获金牌。1985年，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。同年出访日本，并受海外各国邀请授意。1988年，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，参加过太极神功、神盖、禅式太极拳等影片的拍摄工作，著有《世传禅式太极拳》《禅式38式太极拳》等书。1990年移居澳大利亚，巡回交拳于亚美澳各州驻国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94年被温县第三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评为太极拳大师，是当代名扬国际的太极拳名家。陈氏太极拳新将二路简介。陈氏太极拳新将二路亦称炮锤。新将二路拳动作比较复杂，套路中以踩、裂、肘、抗四余手的运用为主，捧、捋、挤、按四正手的运用为辅，刚中遇柔，绿球尖刚，阵脚发力，闪战腾挪，窜蹦跳跃，松活弹抖，着重于弹性劲的练习，外形上显示急刚跳跃为主，柔缓沉稳为辅的特点。运劲方法要求以手领身，配合灵活的步伐，以刚为主，刚柔相济，以内劲为统御，内不动外不发，一动全动，节节贯穿，完整一气。学习新架二路拳，应在练好新架一路拳的基础上进行。Thank you.
第一式，预备式。两脚呈立正姿势，身体中正，两臂下垂于身体两侧，手心向内，头自然正，唇齿微合，舌尖抵住上额，二目平视。第二式，金刚倒堆。松右垮，重心右移，提左脚向左横开半步，略宽于肩，随着左脚踏实，重心移于两脚之间，目视前方，屈膝松垮，两臂微屈，手心向下，食指自然下垂，手背灵气，双手提至高与肩平，沉腰松垮，膝微屈，
慢慢下蹲，双手同时微屈下沉至垮平，然后身体略左转下沉，重心偏右，同时双手左逆右顺缠丝，向左下弧形按出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双手左逆右顺缠，向左上方捧出，略高于肩，右手心向上，手指向左，左手心向左，手指向前，目视左前方，屈左膝，松右胯，身体向右转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尖外摆，同时双手先以左顺右逆缠加膨进翻转，再随转体向后方弧形上捋，重心右移踏实，身体微右转下沉，随即左腿屈膝提起，双手随身体下沉向外上加膨进，目视左侧前方，左脚向左前方蹬出，脚跟里侧着地，脚尖上翘里合，然后松左胯，重心左移，同时双手向右后上方捋，然后下沉，双手左逆右顺缠，走下弧向前方，身体向左转，随着移重心，左脚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外摆踏实，左手掌外缘领进向前方捧出，右手微屈，掌心斜向前，目视前方，左掌前撩，右掌向后配合，并带动右腿上部与左脚右前方，脚尖点地，右掌心向上，左掌回收于胸前，与右小臂内侧相合，掌心向下，右掌向前上托，掌心向上，指尖向前，目视前方，屈膝松垮，双手随身体下沉，右掌顺缠须握拳，里合上提，高与肩平，同时左掌外旋下沉于腹前，掌心向上，右膝同时上提，脚尖自然下垂，右脚正脚落地，两脚相距与肩同宽，同时右拳向下落于左掌心内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。第三式懒扎衣，
皆上势，松右垮，身体略右转，右拳和左掌合住劲，先双翼缠，后双顺缠，向右前方。随即松左垮，重心右移，身体略左转，同时双手合劲不丢，双掌小逆缠合住劲，在身体左侧向上加膨劲灵起，用右肘向右前膨出，以掌指靠于左腕处，目视双手坚固前方，双手逆缠，左掌向左下按，右掌向右上滑弧上膨，接着重心左移，双手变顺缠，左手由下经左向上，右手由上经右向下，提右腿向右侧开步，脚跟里侧着地滑出，双手滑圆在胸前交叉相合，右手掌心向左上，指尖向左前，左手掌心向上，指尖向上合于右小臂内，目视右侧，松左垮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微向左转，同时双手随转体向左侧引进，接着松右垮，身体右转，右手逆缠向上，向右滑弧展开，顺缠下沉，左手小顺缠，掌心向上，下沉于左腹前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。第四式，六风四臂。接上式，身体先右后左转，两手先逆后顺缠丝，在原地折腕旋转滑一小圈，接着松左垮，重心左移，身体左转，同时左手小逆缠微下沉，右手顺缠由右上方捋至腹前，与左手相合，身体微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左手小顺缠，右手逆缠转臂，两手合住劲，随重心右移向右上方挤出，左手心向内，右手心向外，目视右侧，身微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同时右手下沉，滑弧顺缠上托，左手逆缠，虎口膨圆，以腕关节弧形向左上提，五指斜向下垂形成雕手，左手雕右手托，随重心左移向左上捋，目视右侧，身体继续左转，重心右移，同时两手逆缠翻掌合于两耳下，双掌合劲向右下方按出，身体随下按之势右转下沉，同时左脚向右弧形并步，以脚尖点地于右脚内侧，目视右下方。第五式，单边。
且上势，重心在右不变，身体先微右转，再微左转，带动左脚以脚尖为轴，自然做相应的转动，同时两手顺缠，左前右后旋转，掌心向上，随即右掌一缠，五指合拢变勾手，以腕部向右上方腾出，高与肩平，左掌微顺缠，向下松沉至腹前，掌心向上，目视右侧，松右胯，身体微右转，重心移至右脚，然后左腿屈膝提起，以脚跟内侧着地，向左方滑出，脚尖上翘微合，右手腕领近，目视左侧，松右胯，屈左膝，重心左移，接着微松左胯，身微右转，再左转，重心由左脚稍向右回，同时左手穿掌上捧，逆缠外翻至右胸前，然后左手逆缠转臂外开弧形向左，并带动右脚尖稍内扣，重心随着左手外开而移至左脚，左手开至左侧高与肩平时，双手微顺缠下沉，目光送左手开到位后，转视左前方，耳听身后。第六式，斑斓肘。接单边尝试动作，双手变拳，头部上领，使身体向上腾起，双脚落地成马步，双手外翻屈肘下沉，双脚向左侧横向跳步，正脚落地有声，落地时重心控制在左脚，身体微向左转，同时双拳随着跳步转身，以拳眼侧向左侧偏后方向发劲，拳心左上右下，目视左侧，耳听身后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微右转，双拳微左逆右顺缠姿，拳心左下右上，拳眼都向右，目视右侧，耳听身后，双脚向右侧横向跳步，正脚落地有声，落地时重心控制在右脚，同时双拳随着跳步转身，以拳眼侧向右侧偏后方向发劲，拳心左下右上，目视右侧，耳听身后。第七式，护心锤。接上式，微松右胯，接着右手快速上提领起，右脚蹬地跃起，身体在空中向左旋转135度，双脚左先右后落地，重心偏左，双手合于胸前，全心都向内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，身体左转下沉，双脚跳开长左弓步，同时双拳随转身左逆右顺缠姿，
在左侧外开发劲，目视左侧，耳听身后，松右垮，身体右转下沉，同时双拳顺缠，微屈左肘，左拳停于面前，右拳随着转身向右下松沉，置于右膝上方，蹬左脚，伸左转，重心右移，随着移重心，右拳微折腕，左拳收于腹前，目视右前方，松左垮，屈右膝，双手与胸前合好，向前发劲，全心都向内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。第八式，傲步斜行。接上式，左拳在下向右，右拳在上向左，双拳变掌，小臂交叉相合，接着身体微右转，重心左移，然后身体左转稍起，右脚随身体自然向左脚靠拢，以脚尖点地，同时左掌变雕手，双手左上右下拉开，左手在左上以手背领进上雕，右手在身右侧下按，目视前方，左手变掌下按，右手上提，同时右腿屈膝提起，右脚落地震脚，左脚随即屈膝提起，同时右手下沉，左手微逆缠，屈肘提起，双手形成捋劲，屈膝松垮，身体螺旋下沉，微右转，左脚向左侧开一大步，双手捋劲不丢，目视右侧，松左垮，身体左转下沉，同时左手逆缠下沉于左腿上方，右掌合于右耳侧，左掌变勾手，以手背领劲向左上方捧出，重心右移，右手略向前推，再逆缠向右拉开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。第九式，煞腰压肘拳。接上式，双手变拳，旋腕下沉，身体微右转下坐，双手拳眼向上，目视右侧偏下方，双手继续引进后捋，在左顺右逆缠姿上翻，身体向上跃起，落地时双脚顺缠向右下方，以拳背发劲，左拳以拳顶领劲，在身体左侧屈臂向上发劲，双拳心相对形成合劲，目视右侧下方，耳听身后。第十式，锦兰直入。右腿屈膝松垮，重心移至右脚，
提起左腿，向右腿前侧上步，以脚尖点地，身体右转180度，上步的同时，左手向右下方按于左膝上方，身位右转，右脚尖点地，使重心突然向左脚移，左脚跟外撇，落地有声，同时双手左下右上突然分开，左手微逆缠下按，右手微逆缠以肘领进，向右上方发肘进，目视左下方，耳听身后。第十一式，风扫梅花。接上式，松左垮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腿以脚尖着地向右后扫，身体随之右转，虽转身左手顺缠向前，右手微逆缠向后，双手形成开襟，目光随着右手转，兼顾左手，右腿继续后扫，左脚自然摆正，重心控制在左脚，右脚以脚尖点地于右前方，同时双手左逆右顺缠丝，左手置于右胸前，目视前方。第十二式，青钢倒堆。紧接上势，右手变拳，曲肘上提，左手小顺缠下沉，同时右腿提起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右拳向下落于左掌心内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。
第十三式撇身锤。接上式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微右转，同时右拳变掌，双肘随身体向右前方腾出，带动双掌向右前方抖出，随即重心又移至左脚，身微左转，双掌自然收回，目视下前方，重心完全移到左脚，屈膝松垮，身体下沉，提起右脚向右侧横开一步，同时双手向左右分开，在弧形向上曲肘交叉，相合于胸前，目视前方，身体先微左转，重心向右移，再微右转，重心向左移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在胸前逆时针转动，呈双拳顶相对，再拉开向左上加膨劲，目视左前方，重心再向左移，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右侧跳开一大步，同时双拳左逆右顺缠，在身体左侧外开发劲，目视前方，耳听身后，松右垮，身体右转，同时右拳顺缠向右下松沉，左拳顺缠并屈臂向上，接着重心右移，右拳逆缠向上，左拳逆缠收于腹前，目视右拳，耳听身后，重心左移，身体微左转，右拳向左顺缠，左拳顺缠沉肘，收于左腰际，身体继续左转，右臂向左侧引带，然后松右垮，身体向右转，重心向右移，左脚尖微内扣，同时右拳逆缠向右上方旁出，左拳顺缠贴于腰际，目视左脚尖，耳听身后，